地铁雍和宫二号线、五号线站，这个真的可以说是北京最美的地铁站。看到远处的花了吗？雍和宫二号、五号地铁站，看到这个花，这个是每年都要流连往返的一个地方，雍和宫西南口。现在是刚刚开，如果说等到那个稍微再打开大一点的话，要赶上风的话，它就会慢慢的、轻轻的掉下花瓣来，看到没？配上后边的这个灰墙，又有年代感，然后又好看。看看能不能拍到掉下来的花瓣。特别好看，这个地铁站，这个就是北京最美的地铁站。这个是我评出来的，我认为的北京最美的地铁站，看到了吗？所说的那个花瓣在往下掉。整个就是透明的，每年到这儿来照相打卡的人其实还是挺多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这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地方。虽然说雍和宫这边大家都知道，这边有很多可值得玩的地方、可溜的地方，大家也知道。但这个地铁站因为就在二环路的边上，就是太不显眼了，可能大家可能稍微一走就错过了，或者说是早2天、晚2天都是看不到它的。今天是3月30号，基本上每年就说是3月底左右，它就开放了。看看上边，满树繁花。而且这个美是稍纵即逝的，早2天看不到，晚2天就过去了。那边就是二环路，二环路的主路，看到没？然后下边是辅路，它已经就是说跟这个电线杆呀也浑然一体了。这个都是有缘人路过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它，但特意来，很有可能那个时间就赶不上。不影响吧？那我从你这儿过一下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看到没有？红墙。
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墙，这个高的房子，就是雍和宫藏经阁。高高的房子，雍和宫的藏经阁。稍纵即逝的美景，就这两三天的事儿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，我们照一个特写。二环路的人流、车流、主路、辅路，三千多，嗯，这好玩，嗯，挺好。对，你要喜欢玩可以玩玩这个，就是有点看不清楚，它比手机屏幕小，你看特别小，这屏幕是吧？多大内存呢？这可以自己换卡呀，多配几张卡就行了。嗯，哎，这个卡多大内存的？128G 的，好玩哈。好了，哟，天哪，这是什么猫呀？好漂亮呀，它。哟，好好看呀！我能拍拍它吗？宝贝，宝贝，我能看看你吗？你害怕吗？哟，好漂亮呀，它。它是不是害怕我们呀？它有点紧张，就还不是经常出来。哦，好漂亮呀！你给打理的也好，这是小公主吗？这是小公猫。小公猫呀，来，宝贝，我能看看你吗，宝贝？呀，你好漂亮呀，太好看了。它就是害怕，我觉得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我们不吓你了，快走吧，走吧走吧，抱它走吧。对，好漂亮。陌生环境有点。对，好，谢谢你。好。